大家好，我是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 4.7 卡持有变 V3 是一个文活力全开成三体人，克洛琳德负责抑制膨胀，元神 B 普 5.0 娜塔火神技能曝光，无法被治疗纯叠攻击，新的一轮数值膨胀，龙王也得靠边站。元神 4.7 卡持有变 V3 西格文火力全开成三体人，美团姐负责抑制膨胀。元神 4.7 卡持有变，据消息显示，元神4月7日的卡持是克洛琳德加海哥西格文加水神，水神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一周之后就是绝区灵还有流萤，这次卡持已经确定了，而变化的却是四星陪跑。据悉 4.7 新深渊的开幕角色发生了变动，由原来的夏沃磊托马、北斗九旗忍、早右发路山，这意味着四星的夏沃磊不会出现在 4.7 的卡池中，陪跑的四星大概率是托马九旗忍。看来克洛琳德并非绑定夏沃磊玩超在 4.7 服 3CSF 改动情况。据悉最新测试服的消息显示，原本西格文是需要命中才会写的，但是现在直接删除这个设定，不需要命中就可以回血伤害加了一点，满城域值调整到65000生命上限水平。这个设定意思要你抽砖五才能够吃满天赋，如果不抽砖五，生生生加反驱攻，再混搭2+2生命，再配合队伍中的双水生命加持，估计最高也是6瓦生命值。所以这方面卖的精算师还是挺牛的，逼克砖五。不过从西格文的机制来看，灵命的西格文本来就是设定为我服的怪，这个数值还是相当可以的，14的后台伤害，基本水神可以吃满，简单来说就是辅助水神的辅助。砖五之下的西格文基本是拐力火力全开，妥妥的三体人，美团姐负责抑制膨胀，而克洛琳德在 V3 中的变动不大，看来策划是很满意美团姐的强度。以克洛琳德的攻击速度来看，应该就是灵人的水平速度大概是 G 了，总体来看就是加了 8% 的左右伤害数值，倍率高了，治疗降了。当然克洛琳德这样的强度来看，放在封丹的角色中算不上的高强度角色，只能算是中下水准，因为前有仆人和水龙，克洛琳德放在 4.7 版本其实就是为了抑制角色膨胀而已，在现在强度膨胀的封丹角色中抽苹果姐是不理智的适合 XP 除和图鉴档。从测试服来看，苹果姐的机制基本是绑死班尼特、夏沃磊和香菱，香菱占大半输出，而班尼特的圈是否足够克洛琳德的位移稍微多。最近网上流行这一版关于火神的几下，感觉很符合 MAI 的设计风格，因为一技能除了自己触发，切换到别人身上就得靠水神，或者有自扣血机制，让人打重击的方法是不让你打其他所有攻击。以下是详细介绍。元素战技灵魂的祭献 LV 时引燃明火，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随后形成赤魂圣火，持续跟随当前场上角色，并持续为该角色施加火元素附着。赤魂圣火当前跟随的角色无法受到治疗效果，当该角色生命值降低至 30% 以下，或承受足以使其倒下的伤害时，此次伤害不会使该角色倒下，并产生天域之门替换赤魂圣火继承持续时间，天域之门不再为当前跟随的角色施加火元素附着，每一秒对附近的一名敌人发射火焰弹，命中后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存在期间提高队伍中当前场上角色的所有元素抗性与物理抗性。元素爆发屠圣之怒 LV 时解放龙神激昂的斗志，为火神赋予落日昏属状态，消耗自身机能进行战斗。落日昏属在此状态下具有如下特性，持续为神施加火元素附着，无法受到治疗效果，并持续损失生命值，生命值至多降低至一，无法进行普通攻击与下落攻击，进行重击时将转为进行不消耗体力的攻击范围更广的黄啸龙炎蹄，造成火元素范围伤害，故有天赋一炽烈翻滚的热浪，黄啸龙炎蹄的暴击率提升 10%。 此外生命值低于 50% 时，黄啸龙炎蹄的暴击率进一步提升 20%， 故有天赋二静默安魂曲还魂之门存在期间，队伍中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除了火神自己的普通攻击、重击、下落攻击、元素战技与元素爆发的攻击命中时，将基于该角色的攻击力的 245% 提高本次攻击造成的伤害值。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的普通攻击、重击、下落攻击、元素战技与元素爆发害值不超过原本伤害的 80%。 命作一连拯救济之人还魂之门产生后获得10层生息，还魂之门存在期间根据生息积攒的层数，每层能使队伍中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的攻击力提升 1.5%， 至多通过这种方式提升 48% 攻击力。
命座二，晦暗拂面之身，落日昏暑状态持续期间，每进行一次黄啸龙炎蹄的攻击，都将使接下来的黄啸龙炎蹄的攻击速度提升 6%， 造成的伤害提升 18%， 该效果至多叠加5次。此外，天域之门或还魂之门持续期间提供的抗打断提升效果的伤害承受次数有 80% 的概率不会被减少，每 0.9 秒至多判定一次触发与否。命座四，叛乱真言之士，还魂之门持续期间会每隔 2.4 秒对附近的敌人发射一枚龙炎炮弹，造成相当于火攻击力 120% 的火元素范围伤害，伤害视为元素战机伤害。命座六，复生骑士，深沉的真言队伍中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通过普通攻击、重击、下落攻击、元素战技与元素爆发为还魂之门积攒生息时，将额外积攒一层生息，当还魂之门积攒的生息层数达到上限时，将会唤醒火神，并恢复火神 50% 生命值上限的生命值与20点元素能量，该效果触发时不会清除已有的生息层数。此外，在落日昏暑状态持续期间，附近存在1、2、3名或以上数量的敌人时，黄啸龙炎蹄的暴击伤害提升 40%、55%、70%。4.7 卡池终于确定，水神终究无缘复刻。4.8 第二期混池开启，夜兰入池。4.7 卡池分别是克洛琳德、西格文、塞索斯、艾尔海森、莱欧斯利。水神弗宁娜则是无了，这波延期属实是没想到的。然后就是之前提到的混池第二期开放的时间了，目前看来 4.7 新增了第二深渊角色待机动作的购买等等，第二期混池的应该大概率会放到了 4.8 卡池开启，混池的角色则是甘雨、胡桃、公子、叶兰这几位，钟离的话大概率不入混池。